这个节目呢，从音乐来说，我们做到了一些创新。首先，它用现代流行音乐作为一个配器，那么我们中间融入了很多中国曲元素，比如说贯口、快板。我们在非常欢快的这种音乐曲调中呢，让他们体会到宋代的人间烟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和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又能产生哪些共情和共鸣。